大家好，潘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係 Insta360 Ace Pro 啦。咁開箱片我就唔拍啦，因為低光測試片我已經拍咗啦。咁而家講下基本嘅功能先。先講一講佢嘅最高規格錄影啦，已經可以去到 8K 24格噶啦。而 4K 咧係可以去到120格噶。佢嘅 HDR 錄影功能咧會喺30格或以下自動啟動。2.7K 1080同樣可以用到噶。新增一個夜晚拍攝的功能 Pure Video， 它會經過 AI 計算之後令你夜晚拍攝出來的畫面更加光和更加靚的。色彩方面它有很多選擇的。而它的 AirPod 連線功能也可以對應其他的藍牙裝置的。我也試過拍了一條片是關於 DJI Mic 2的連線的，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下面內容那裡按出來看的。錄影 4K 以下的影片可以去手機 Apps 那裡做一個 AI 的影片，它的限制是其中影片的15秒，另外的限制暫時每個月只可以 upload 90條片，製作出來大約裡面有3至4秒是 AI 的畫面來的。每一次轉換 AI 的影片都需要等待的，而 AI 的畫面輸出只有 1080p 30格，而它的防震調校級數有關、低、標準和高的。而鏡頭的角度有運動廣角、超廣角、消除扭曲即是減少變形的效果，保持水平，當你的相機不超過45度角，它的畫面都會保持是水平的狀態的。預錄功能很多 Action Cam 已經有的了，它會在你按快門之前已經預先錄製了15秒的畫面的了。在這些突發的情況下最好預先按定這個功能了。今次也有一個類似車 Cam 的模式，斷電充電就是這個斷電功能，就是當你插 USB 的時候，它究竟是充電還是充電加上錄影。充電停止後就會停止錄影，即是當你拔了 USB 的時候它就會停止錄影了，還是不同的錄影方法這裡都可以選擇的。還有錄影的格式這裡都會見得到的，錄影的其他參數都可以設定的。它內置10米的防水功能，新增了一個手勢的功能和語音功能的，這個功能是因應個人需要使用的，我就不在這裡長講了。講完它的規格和基本的功能，再用 DJI Pocket 3比較一下，它兩部機有什麼優勢和什麼缺點，哪一部機用什麼情況下最好呢？我們現在看一看。 Ace Pro 是 1.3/1 寸的 sensor， 4800萬像素的，而在斯摩斯的 size 我只是上網找到大約的資料而已，9.6mm 乘 7.2mm， 可以跟 Pocket 3比較一下。在每 1mm 的平方裡面， Ace Pro 是有70萬的像素在裡面的，而 Pocket 3只有10萬的像素在裡面的，所以它密度比較是相差了7倍的。CMOS 可以比喻為一張黑色的紙，是用光線的強弱經過鏡頭滑落張黑色的紙上面的，就可以見到兩部機的吸光密度是很不同的。DJI 只需要在每 mm 的平方處理10萬個顏色像素而已，而 Ace Pro 要處理70萬個像素。再對比其他的相機，而 Sony 的 APS-C 機當它是2400萬像素的情況下，它只需要處理6萬個像素而已，而 Full Frame 的 CMOS 計3300萬像素的情況下，它只需要處理3萬個像素而已。 CMOS 的密度直接影響了畫質和吸光量，所以 Pocket 3的夜拍能力是接近 APS-C 機的。為什麼 Ace Pro 夜晚拍攝出來的畫面都不差呢？是因為它有強大的 AI 功能，所以它拍攝出來夜晚的畫面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畫面的。我用了 Ace Pro 和 Pocket 3夜晚拍了一條比較片的，得出來的效果都已經不差的了。如果想看的朋友可以在內容那裡下面有一條 link， click 進去看就可以的了。講一講兩部機拍片功能，而 DJI 就可以有散景的功能，會有一點 blur 的，而 Ace Pro 是不會有的。但是 Ace Pro 的中焦功能就非常之多的了，总之我在手摆哪个位置它都是会清晰的，这个位置拍行山片就很重要了。例如我指出去对住一座山，就是这座山，它就会对着我的手，而 Ace Pro 是不会的。这个如果拍摄行山的片的朋友或者喜欢介绍地方的朋友就要留意了，会经常性在那里跳下跳下添的。而两部机最慢快门的情况下， Ace Pro 是120秒的，而 Pocket 3只有1秒而已，尤其是在 Timelapse 的功能是绝对优胜的。 DJI 只有 Video 的 Timelapse 的功能而已，而 Ace Pro 是会有相片和 Video 的 Timelapse 功能的，而 Pocket 3就可以做到 Pan 镜的效果和自定它的轨迹的，这件事就会各有长短了。
如果 Timelapse 的 Video 功能呢， Ace Pro 最慢可以是2秒的，而 Pocket 3只可以1秒。如果在拍車軌的情況下呢， Ace Pro 會優勝一點。兩部機都可以用到 H.264 和 H.265 的編碼。 Ace Pro 的檔案最高頻寬是 170MB， 而 Pocket 3的檔案最高頻寬是 130MB。 兩部機同樣都用 MicroSD 卡的， Ace Pro 最高支援是 1TB， Pocket 3最高支援 512GB。 而在這一部分 Ace Pro 是比較優勝的，因為可以在不換卡的情況下錄得更多的東西。 Ace Pro 有個新的功能叫做 Free Frame 錄影，它会显示了后期制作环岛和直岛的画面，当然你可以取消的，那我应该会长期开着它的，那你就可以看到环岛和直岛的拍摄，同一时间拍摄两样东西。而 DJI 呢就做不到这个功能，环岛直岛呢你要将个芒转才可以做得到，还有只可以选其中一样，那这样东西就 Ace Pro 优胜一点。两部机的最近对焦距离呢， Ace Pro 是 40cm， Pocket 3是 20cm， 在这一部分 Pocket 3会优胜一点。我哋睇下两部机嘅开机即拍功能啦。喺画面睇落去咧，系 DJI 快少少，其实相差都唔系好远嘅啫。我哋再熄机睇一睇，呢个功能咧，我觉得两部机都非常之接近噶。再望一望镜头嘅角度啊。Pocket 3要安装了广角镜的情况下才可以跟 Ace Pro 的自动水平对比，在镜头的广角情况下 Ace Pro 是优胜一点的。而两部机的做高速运镜的效果呢，我会建议用 Ace Pro 会好一点的。 Pocket 3的高速运镜效果呢，云台是不够理想的，有时它会出现了云台达到限位的，另外一些高速运镜过场它都未必做到的，例如这些。Ace Pro 的規格功能和 Pocket 3的對比大致上我都分享完了，如果有分享漏，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聽，和大家分享一下。而我自己就會用 Pocket 3做主力， Ace Pro 做配合的，例如落水或者高速pan鏡的效果就會用 Ace Pro 去配合，因為 Pocket 3做不到嘛。好了，今次的分享來到這裡，下次分享再跟大家見。好了，拜拜。